大家好，我是林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今天我化身农村大厨，给大家做一道这个家乡农村火锅。姜茄丝儿，葱茄段儿，我们准备开始了，食材已经准备好了，啤酒鸭，还没开呢，肉，葱姜蒜。把这个葱姜蒜炒出香味儿，小碗鸭，炒香，已经洗好了鸭子，保留。翻炒，加点水油。加点水。嗯。等会儿，先把这鸭子炒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臊子非常的鲜艳。加水，别用盐，生抽、酱油、盐、少许十三香。少许鸡精，给锅底料，为了我买的三鲜嘞，是不是？对。要熬多长时间？再熬个2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鸭子肉好熟。火锅鸭子嘞，基本教程已经给你们说了，现在就等它。烧开出锅就可以开吃了，你们可以回家去尝试自己做一下。